大阪秋云从几点到几点？它6点开始到12点半。到中午12点半。哦，这样。一起好，可以。你要拿去哪里啦？来。韭菜盒子我也要买，韭菜盒子一个一个，好，不用袋子，我直接吃就好。好，那小心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四个馅饼，两个薄饼。哦，有了。Thank you.